这个现在我们的特效药很少买得到，我们一家四口，三个全部发烧，大人小孩都有，对，谢谢你，非常非常及时。这个病痛发生在任何人身上，那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就这次决定把我所有的部分分片，全部免费的投奉于市场。虽然量不多，但是能够保他们每一天，保住一天的用量。